各位超级英雄的助手们 ，OK， 还有所有现场的贵宾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超级英雄联盟英雄的归来 DLC 非常季活动。超级英雄不只是漫画或电影中的这些钢铁人或是超人蝙蝠侠，对 DFC 来说，每一位同学只要愿意运用身边的资源，卷起袖子来解决问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哦。我每次看到小朋友在发表他们解决问题然后分享实践这个活动的同时，我其实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经常是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小朋友都可以做到，我们大人一定也可以做到。然后它唤起了我们对生命或者对我们的环境的一个重视哦。参与这个设计思考的这个学习跟训练，其实就帮助我们培养了一个最基本的最经典的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创意跟行动的能力哦。DFC 台湾的团队致力于支持以及协助孩子身边的大人，陪伴孩子自我成长，然后我们一起在教育的路上可以坚持下去。Yes, I can. 要进入到校园里面，我们要跟不同的校园一起共备课程，并且启动我们的种子教师计划。DFC 台湾团队，我们会致力于跟全部的老师们一起合作，把 DFC 的精神融入到课程里。我们要一起化知道为做到，让孩子们不用再为了进度跟考试而念书，而是为了改变世界而学习。